男人不醉，女人没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千惠的酒量比你好，很难灌醉。只有让你自己喝醉一点，才能让她捡尸啊。吴子翰，我是说让千惠照顾你。这个时候，就算你没有很醉，也要装作很醉的样子，让千惠送你回家。哎，这是第一步哦。啊！吴大哥，怎么了？我有点醉，可以麻烦你送我回家吗？好，我叫计程车。谢谢。让他叫计程车啊，叫计程车就没戏了。你呀、啊，要带他去隐秘的地方，好好的演一场戏，知道吗？我的手机。先别管手机，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去隐秘的地方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如果千惠愿意跟你到暗暗的地方，那就代表她已经准备好要把她自己奉献给你了。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步，亲她。嗯、啊，这么直接，亲她。千惠。这个叫借酒行凶，哎，拜托，这很不尊重女性。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对千惠做出这种事。OK， 那你就用尊重又不失礼貌的方式问她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如果她没拒绝，你就狠狠给她亲下去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第三步骤了。你用你那个深情的眼神、温柔的口吻，问她说：“今晚不回家，可以吗？”回家是要去哪？哎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可以去他上班的那个饭店，反正他是员工，一定有折扣嘛，还可以帮你省钱。开房间哦。如果他连这件事都没有拒绝，我是觉得哦，你们就可以准备婚礼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晚上，然后搞定三步。那当然。下流的恶魔。哦，谢谢夸奖哦。没在夸奖你。来，我们继续啊。干杯。大哥，这杯我敬你。我大哥应该醉了啦，我们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不要跳舞！哎呦！是不是跟你平常看到的很不一样？嗯，我之前以为你们大哥哦就只是一个茶头，没想到哇，他跳起舞那么灵活。而且重点是，他喝醉酒那比平常好起太多。就交给你了哈、哦，交给你喽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大哥很好，继续保持。TV 电视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加油喜事。